我叫你忙起来啊，一定忘了吃饭，所以在这里帮你买午餐。谢了，多少钱呢？不用了，这是你最喜欢吃的鸡腿卤蛋饭，我掰了半个小时才买到的，希望大浪费哦。嗯，我最近很少吃鸡饭，人是会变的，以前喜欢的东西，现在未必会喜欢。那不喜欢就不要勉强。要吃什么？我去帮你买。不用了，我没心情，不想吃东西。 他在外如果老是心烦，巴西苦了那么多年，我真的很担心给他那么一个，恐怕很难翻身的。我也觉得他很过分，不会不在，就把这里搞得乌烟瘴气。他这个人是不讲道理的，我怕你没吃亏，不如你把我留下来帮你好吗？我可以应付的。遇到问题，有多一个人商量总是比较好的。我知道。 我每天晚上都会上网和大吉聊天，如果能够在胡作非为，我会叫大吉尽快回来。那在他回来之前，你让我帮你好吗？我知道，我以前是做错了，我是一直内疚，你给我机会补偿对你造成的伤害好吗？过去的事就算了。为什么我总是觉得你还没有原谅我？海彤。 你给我一次机会，以朋友的身份来帮你好吗？如果你是以朋友的身份来帮我，我不会拒绝。不过以后更麻烦了。彤彤，你这个月的业绩在朱先生最差的。